年，那个马上在美国的支持之下，成立了台湾民政府。而且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时候，有召开那个公听会，同时向194个国家 announce 的宣告。啊，有几个国家给咱承认，日本，安怎承认？伊就是发一张批给咱，抬头就写台湾民政府。啊，美国的司法部嘛发一张批给咱，抬头写下台湾民政府。然后2010年7月4号，美国就把我们协助我们在华盛顿 DC 设立办公室。2010年的9月8号，天然底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举办酒会。啊，家里弄五块的那个橡皮啊，啊呢，我们叫做台湾民政府。所以，台湾民政府可不可以跳一步说台湾政府可不可以？丢，你怎么跳啊？啊，所以这所谓的台湾政府，这是啥？坦白讲啊，这人就是希望台独啦。所以，在那个去年4月2日，有一群人，咱内地的人哦，一群人哦，个阶级很高哦，利用咱台湾民政府要去美国华盛顿 DC 开记者会，要宣布台湾独立。啊，台湾独立要用台湾政府，美国。在10月21号知道的时候，马上通知我们，我们就全面制止。一党人给咱哈连公，这17位全部要免职。那经过我们探讨，领导因为台湾民政府的官网监管，有一个425台独事件，内底拢有足详细的迄个图片，您都看得知影。所以这个问题，这个所谓的美国台湾政府，你想看卖啊？美国有台湾政府，这你们读开怕的就是心惊啊！美国台湾政府跟于美国加州政府，赶快不？赶快呢、啊？美国台湾政府的美国加州政府、美国德州政府啊，啊，所以这里法理上呢就行不通了。所以呢，唔通就是讲你在家读些初级班、高级班哦，哦，你拢把来呢，你要跳出来，没有那么简单呐、啊，哦，真正无遐简单呐、啊。所以我有甲各位讲啊，恁咧啊，这滚秀的考试考七摆啊呢，第六次的考试的郡守考试啊，才过几个10%几、20%尔呢？恁唔通就是讲阶级主管呢，捌愈济 ，no， 绝对不对。你若无亲身去读个好势吼，美国甲咱笑啦，伊讲吼，啊恁台湾人足奇怪，你台湾民众已经生7个不好住呢。哦，这个美国台湾政府啦，哦，什么旭日会啦，哦，什么大日本帝国后援会啦，啊，有什么台美协会啦，拢是为咱家出的耶。啊，但是我是感觉讲这个吼，因为他可未清楚。但是我阁甲你讲哦，我有甲美国答应两个代志哦。第一，我们台湾绝对不会走上共产国家；第二，台湾绝对不会宣布独立。即无偌久以前，日本有一个教授叫做小明目，这是日本的网络，你若写小明目，吼、哦，你若甲拍小明目善行，去你甲看，伊伫日本的网络的点阅率是第6名，全日本的第6名。那咱家上课，含咱讨论，讨论了等于，伊本来上课的时阵他有很多的论述跟我们很接近，上课了等于。以改变以所有的文章，伊本来伊讲吼，日本人民拥有日本的主权，各位，日本人民拥有日本的主权，对的请举手。欸，我讲安尼唔对，我讲讲安尼，你就知影讲即句话未上牙齿话咧。一定哦，甲咱讲讲诶，一定哦，伊马上改变，一下下，日本天皇才是拥有日本的主权，甲咱台湾人赶快。咱台湾刚才话讲哦，台湾人民拥有台湾的主权，这是对啊，唔对诶？唔对啊！这个主权是啥物人遐？日本天皇遐啦。你敢若有使用权、所有权，唔是伫你诶身躯顶啦？叫你摕台湾的所有权，你无多摕嘛？所以你甲看吼，伊这个文章吼，我讲吼，你诶误解是迄两张相片啦，足夭寿诶呢。
那两张相片里面的旗子是谁的旗子？台湾民政府的旗子，我们的那个旗子呢？啊，所以很多人就看了以后说，啊，这是你们定的，不对啦，啊，这说支持呼应那个学运的那个服贸，我们没有支持，也不反对，也不支持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就老早就跟您讲，在学运318发生的四天的时候，咱跟美国联络，美国就说你们不能出来。他发表三，我在这上课有发表三项。第一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，他是689万票当选的。如果你们不要他当总统，你既然给他算，你要用民主的程序给他罢免，美国说的。第二，中华民国大法官解释条文329条，所有的条约必须送立法院审议，可是 agreement 就是啊，这 agreement 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就协议书，不是条约啦，协议书只要送立法院审查备案就可以。他说你台湾人单嘴闭，在做总统的时候，您通过 WTO 的世界贸易组织、WHA 世界卫生组织，您当时到底立法院审议，他说没有啊，回吐这两点，我们都点起来。第三点，这是重点，学生的学运可以霸占立法院跟行政院，美国表示反对，因为这是绝对的错误啊。所以我们发表然后呢，然后 AIT 在顶礼拜也发表，他们也是同样都照我们说的这三点。其实这三点是我们首先跟美国说的，美国说的，不是我们说的。所以那时候很多学员跟他说，欸，我们如果要站出来，我们不站出来，我们静观其变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充实自己，较紧的将4000人啊训练好，甲美国讲我训练好啊，我要开始接政权啊。在这个进程，你拢是甲中华民国在耍，这就是生活在炼狱之中啦。哦，你爱足清楚的呢，所以你唔通想讲你干呐伫遮咧上课，啊，你就捌足济 ？No， 你无捌足济，你是顶这个报纸的人是读较歹，啊，顶这个报纸的人足清楚的嘛，你表示他不懂啦，以及支持啥所谓的台独。所以425美国多厉害呢？425的时阵吼，因即马讲啊，做因已经伫美国宣布啊，宣布的时阵，伫记者那个叫做press club， 就是记者会的俱乐部，那个俱乐部内底有1000多位记者哦，全世界记者拢有啊。你知影迄场425开记者会有几个记者来？零，看有够无？创了纪录啦！因为美国首先知影伊啊，全面封杀啦，所以因这群人要去美国，要去国务院啦，无挂的官员出来见面，一个都没有。425开记者会，没有一个人来出席。迄个下昼，我阁要开一个检讨会，要跟迄个学者交换意见，一个学者都没有来。干那我甲拜托的，我当时告美国的一个啊，做律师。美国人有来，所以迄场他们讲吼，咱差一线跋落马脚呢。美国迄阵足受气的，安那受气？你台湾民政府利用我美国国会要宣布独立。迄当阵，这个17个内底，其实有代志是7个人尔啦，后尾7个拢甲开除啊。啊，其中伊安怎讲呢？我若无宣布。趁这个机会来宣布台湾独立哦，安尼我拢，伊讲伊这世人哦，别话啦，无机会啊啦，就是伊宣布了，伊才变得无机会。因为台湾绝对不会独立啦，我跟你讲几啊摆去啊，啊这样子含江苏哦，含江苏上过变来变一口，都安尼讲啊，当然啦，这还怪我啦，我无注意啦，因为有诶江苏上课哦，我拄啊开始听。到落尾也无声甲听，啊出这个事，迄当阵他咪讲美国有事先甲咱警告，啊某某人
他讲的问题有问题哦，你要注意哦，那不要注意的。那情况哦，啊，你的那几届的阶级来讲哦，这样你要管啊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嘛。啊，结果我那是教雄哦出代志，罗拜今晚怎样就是啊，钱的问题啊。所以我告伊讲哦，你唔通小看恁家己，恁今晚伫台湾民政府哦高级班毕业，恁的身份、恁的价值已经很高了。后摆外口的人看到恁是不一样的，我讲你会看清你自己，可是外面的人看到你是不一样，因为你受过初级班跟高级班的法理训练，所以你这个法理训练你一定要坚持。我甲各位讲，你只要坚持法理，台湾就会行出去；你若无坚持法理，台湾会被消灭。台湾面临的问题像，足多人叫是讲，伊是中国人，阿嘛是台湾人。台湾人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你敢知？你知道1950年的6月25日是汉战爆发。汉战爆发的时阵，美国在12月底，1950年12月底，有派麦克阿瑟来台湾访问。迄当阵蒋介石安排三人甲伊讲话，安排黄兆琴甲伊讲话。黄兆琴迄当阵甲伊讲的时阵，伊讲一句话哦。迄句话甲今日的国务院内底也阁有啦。伊讲啥？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所以美国迄当阵甲咱台湾人下定义讲，恁家的人认为拢是中国人啊，所以伊就按照对待中国人的政策来对待咱。一直到2006年的10月24日，咱控过美国总统的时阵啊，伊惊着。迄当阵呢，伊讲。那这可能你开玩笑，讲我开玩笑，所以因迄当中哦，他们讲看咱未起，伊甲法院第一个迄个答辩文写啥，请把那个诉讼的文啊，把它驳回，因为国家免诉，国家唔免防告。但是我无遐戆呢，我头脑真正比人较好太侪咧，因为我要告伊以前啊，我著研究一年，免哪告。很多人跟我说哪有可能告不成啦，要怎么告？后来我在想想的，哈，他的弱点在哪里？人权。美国以前出来的时候不是说人权立国吗？我是台湾人，但是我拿怎么是中华民国的护照？我是台湾人，我怎么去做中华民国的兵？我是台湾人，怎么去拿中华民国的税？很多人不要想啊，你台湾人，你拿中华民国的税金做中华民国兵，有真侪人，尤其你的周围人，他不懂得矛盾。嗯，啊，都正常，我都本来安尼想，迄种唔对是安那，因为你着中着黄兆琴迄人讲迄句话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要收哦，咱当时是变做中国啊。啊，伊即摆国民党来69年的教育，一开始的教育来，你该想想，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，有啊？我跟你来，真的来自中国吗？你知道你的祖先来自中国，请你举手。你这样不敢举，我知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爱讲证据给你听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领导有迄、那个，那基督教的以外啦吼，佛教、道教的吼，您厝有拜公妈的举手。然后，您有拜公妈对不对？有红格道的举手。红格道顶冠有祖先的牌位对不对？伫道边嘛，对吧？一般来讲哦，一年才清一摆啦，清明拢会去清啦。我从细汉哦，阮爸爸定来就甲我讲哦，我都差5、6年啊的时阵哦，较轻嘛。阮爸爸就甲我讲哦，来，因为过年啊，爱清红格道嘛。你甲清清的迄个祖先的吼，迄个牌，迄个祖先的灵位啊，甲切落清去。啊，咱都细汉的时阵就去切啦，啊切就甲拍开啊，就甲看内底啊。因为我爸爸从小跟我说，我是第17世，但是我打开那个铃，那个牌子给看，跟我的阿祖去的太祖，还记得白白的都没有，三代四代而已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跟我爸爸说，你不是说我是17世，他说没有，我就因，就是我的阿公跟我爸爸说，我爸爸又跟我说，我觉得是以讹传讹，不对的就直接传讹。其实拍开甲看，啊个后尾安怎证明？
祖先总有坟墓嘛，有啊，有王嘛吼。恁找会到，来，我问恁吼，恁找会到恁的阿公阿公的家手？恁阿公阿公，你找有啊？我嘛找有嘛吼。啊，找到恁阿祖阿公的家手。啊，恁太祖阿公找有的家手？太祖就是阿祖的老爸啦，太祖的家手。啊，过来，太太祖的家手，两个。啊，个太太太祖有的家手，无啊啦。几代？六代尔啦，六代尔啦。咱为中国来的吗 ？No， 未必，可能有一部分是。啊，那好啦，为中国来，拢独身啊啦，人罗汉卡啦，人讲啊啦，有啥？哎，有登山公，无登山嘛，对吧？一般拢嘛十波一日去，啊来的时阵吼，才找当地查某结婚，敢不是安尼？拢嘛安尼，我安尼，大家拢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咱敢有遮尔啊济查甫位下来？林玛丽只有证明，林玛丽是马街病院的医生，你会当去找伊，叫伊甲你抽血检查。真正为中国来的，迄个成分啊，很低很低啦。你啊看咱的面，甲遐阿人啊遐面敢有共？你啊认真甲看，真正无共，我无骗你。等等，咱的面甲什么人较共？甲阿本啊。真正甲阿本阿较像呢，咱到甲中国有像，一点都不一样。啊，中国人是三千，伊讲是五千年，对不对？我白讲啊，上济三千年啦，上济三千啦。安怎讲呢？有文字才三千年呢，啊，变五千要位对来？以前无文字，现在变哪有啦？迄种白贼讲白贼啦。啊，咱台湾人哦，刁滴啦，咱白埔族的特点。所以咱各位你拢是平埔族的后代啦，拢是妖兽故意啦。咱若讲啥吼，你就信啥啦。我无甲你骗啦。所以呢，变成台湾人啊，好骗歹假。你读六十九年的课本啊，即马甲你讲讲正的，你讲嗯啊课本那写拢无共。你敢若讲学这一个，你就知影完全无共款尔。明明就见败，甲你讲有讲学这。对不对？我阁未记你问诶，二次世界台湾建赢诶举手，建书诶举手，人家拢知影，建书啊，建书免闹光复节，所以迄所谓的光复节是啥物？啥物节？愚人节啦。啊，真正四月一号是啥物节？行宪纪念日啦。是安那？日本天皇1945年四月七日宣布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，予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。有这个参政权，咱甲日本人拢地位拢同款，咱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。啊，有这个参战权，迄当阵1945年四月七日啊去做兵的啊，才会当做啥？做日本军呐、啊。啊，以前去的时候叫做啥？义勇军呐、啊。所以高山的时阵，因迄当阵要去战争的时阵哦、啊，国际法规定啊，你不是公民，你不是。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人民，你不可以当兵。所以，咱一旦做兵是1945年四月七日啊，所以去战争死于以后，当然日本天皇、日本的大日本帝国爱将这灵位给藏在靖国神社。所以，靖国神社内底有咱台湾的英灵39,100名。中华民国的总历史内底。没有台湾人，一百个无够。啊，你知道你什么人啊？对吧？啊，你读几部课本，读几部，迄种假的啊。所以我有当想想的吼，你历史啊，所谓的中华民国历史，免读啦，我无骗你啦。那要读哦，60分就好啦。拢假的嘛，为头到尾骗到过的嘛，从头到尾拢骗，骗到今日嘛，搁你骗，啊就骗到尾啊，因家己安怎？因家己心酸呢？去中国呢？啊，像放王安石咧，默收。中华民国免偌久，一定离开台湾。你们拍一个手哟！中华民国马上要结束这个台湾啊！你来看，你讲哎、欸，啊有现象，有安内无？我已经再去跟您讲过，战车拢无对无？过来，即马宣布啊！顶礼拜才宣布，即马拄啊宣布呢，将海军陆战队撤销。海陆啊撤销呢？海陆啊是一个国家内底上强的军队呢。
海龙啊是啥物人替咱说？你敢知啊？日本人来替伊说的，已经无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一个国家要甲结束，大先爱哈爱将伊的喙齿啊扳掉，哎，喙齿是啥？武力。所以我有甲美国讲过啊，我台湾民政府没有武力，你中华民国也不可以有武力，啊，毋叫讲公平。啊，当然啦，伊本来有一个想法啦，伊讲。1945年到1949年12月，吹沙中华民国迁移到台北的时候，迄以前的中国人希望讲，我们可以把他当成台湾人。我甲讲 ，no。你那一阵，我甲讲一句话，第一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啊，流亡的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中华要就地合法，爱安怎？等于南京。只有一条路，回去南京以后才能够就地合法。啊，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，我甲讲过，我们依照国际法，咱来坚持，照这个国际法来去行，其他的通通不去想，照国际法来。你流亡伫台湾的这些难民，所以什么农民，那种农民，农民是说对这位农民，你敢知影？对，伫死伫海外啊，种伫。这个整个新社也后代，这是农民的后代了。其他现在农民，他们没有保卫过台湾一天。台湾的经济很好，干一下农民的功劳，保卫台湾有无？没有呢，他们从来没有一天保卫台湾呢。你说嗯啊，八二三炮战是啥？是金门妈祖呢？人是你跟你怕呢？伊敢怕台湾？无呢。没有打台湾，咱严格来讲，共产党有台湾人无？真少啦，那有啊，足少的啦。台湾人较侪是啥？国民党啊。啊，咱即摆分的是分啥物人？共产党。你讲台湾人有笑无？我讲有理无？你我讲的你就听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啥物物件？教育，真正是教育啊。我讲的。你若感觉讲，哎，有问题，你让提出发问哦。但是我爱可以怎样？咱有答应美国，我们绝对不会当共产国家哦。我们要当一个民主国家哦。我们绝对反对共产国家哦。但是我是讲共产党有跟你台无？严格来讲，伊含飞弹，干嘛跟你拍？唔办呢？迄当阵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阵，李登辉讲吼，哼。这个也做，伊有18套的，也做剧本。啊，这伊的飞弹是空包弹，其实啊，是因为中国已经甲美国讲啊，中国伊若敢真正用飞弹内底有炸药的物件甲崩落去，我甲你讲，这大条啊，这个、世界战争开始，迄叫啥侵略？台湾唔是你的国家，你用飞弹甲拍，迄就百分之百的侵略。100%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，所以伊甲中国，就甲迄个美国讲，我要用空包弹哈，我迄是假的哈，伊要拍到迄先甲美国讲咧，我迄假的哦，啊美国甲李登辉讲，啊李登辉出来讲，所以你敢看，这国际法哦非常严格啦，唔是讲伊要安尼压着安尼 ，no， 袂使安尼啦。所以有真侪代志哦，咱台湾人拢唔知啊，拢叫砍掉诶。李登辉有一摆，伊讲要费城有啊，有要费城，你知影这代志无？要费城啊，老外那无费，为什么没有费？无代无志，要费到老外啊，全讲做动神，有无？为什么？因为 AIT 出来反对，美国国务院甲 AIT 讲，你要去见李登辉。他不能够废省，他想要将台湾省政府废掉。啊，那台湾省政府废掉的时候，他就要哪，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。美国出来动，美国怎么讲？你如果把台湾省政府废掉，其实台湾省政府在战争法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是台湾民政府啦。当年。蒋介石要来台湾的以前，伫重庆的时阵，
美国国叫伊讲，你要成立两个组织，一个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第二个叫做台湾中国军政府，就是警备总司令部。那是战争法来的规定，一定要有两个政府，一个是民事政府，另外一个叫做军政府啦。啊，所以来台湾啦。啊，来台湾的时候，这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在1947年的6月15号宣布变成台湾省政府。啊，所以你台湾省政府你两个废掉，要修订台湾民政府都无去啊。啊，台湾民政府无去，这是违反国际法，所以。AIT 跟李廷威讲，这爱甲老嘞。现在中兴新村还有这个物件，还有一个市议委员，一个月领5万块呢。啊，坐所有车费去拢免钱呢。听讲，迄个郭冠英现在就是伫遐呢。啊，这个警备总司令部就是军政府啊。啊，军政府落尾啊撤销去啊，伊落尾啊伊变为国防部去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该研究。为头到尾，这个中华民国拢用迄套在甲恁骗，啊，台湾人足好骗的呢。伊凊彩甲你讲，你拢会较相信的。吼、哦，即马是那个迄、那个 logo 甲你讲低四度哦，低四度。啊，即马甲你讲60万的大军，即马存11万，你茫学存11万，那你不要去想呢。啊，是安怎？中国的飞弹、侵华力向台湾，啊，你军队愈来愈少。啊，未足危险的吗？未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啥物未？因为照国际法来讲，啥物人爱去徛卫兵？美国啊，啊，恁读这一摆，恁阁搞不清楚。美国要来站卫兵呢、啊，哎，恁当请一个美国甲你徛卫兵，敢会歹？未不？真好嘛，敢毋是？啊，恁当免买武器，伊美国甲爱自备武器呀、啊。那也叫咱去买武器，买武器拢用5天啊！阿帕奇飞迄个直升机啊，用5天就落来啊！594亿买30架，一架平均20亿，一架20亿呢？啊，报纸给你写7亿，我看奇怪呢。啊，你是不要算出了？你就讲594亿买30架，啊，除是无到20亿啦，19亿外啦。啊，算5天尔呢？五天就不对了，啊，现在今天报道说报废，哦，20亿就在报废，那20亿啦，免买啦，我看早上恁一只免出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恁家的吼，我跟你讲哦，过来，我跟你讲一句话，不义之财不可以得啦。我哪上那辫子，讲叫你来台湾独立好冇？你绝对讲好诶！您即马就是这款心态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奖上你几块面子好，我好跟你。啊，我贿赂。啊我。等，我贿赂无唔对，但是我已经比台湾比高呢，我未使安尼做呢。我讲，咱真正，咱的干部真正都有人接受咧，去宣布台湾独立，就是安尼。这代志安尼发生啊！你唔能叫是美国拢唔知啊呢？美国拢足清楚，迄间报纸有写啊。美国对于这边的学运啊，一清二楚。免讲学运一清二，第五天伊就知影。整个幕后谁在操作？啊，整个来龙去脉拢足清楚的。所以呢，你爱知影吼，美国不是笨蛋，你会记得。我甲各位直接的所在正式甲你宣布。美国 CIA 有叫咱派人的囡啊，去美国已经受训倒转来，顶个月就倒来。我们有很多的消息，咱这两个囡啊很好，拢会甲咱讲。因这两个吼特受过特殊训练，所以我好各位知影。咱即马，大家人伫遮，伫读你初级班尔尔，你也读高级班。读到高级班以后，你有冷静的时间一两个月。你要去想，你要替台湾人做代志无？要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无？你若要，你就来参加我们的法理典章。法理典章以后，你有6种选择。你会当选郡守，但郡守要考试。你会当做参议员、众议员。
政治局、事务局甲黑熊，你也当自己选择，你哪种你要适合做一种。只有四千名，这四千名叫做革命先行者。我无叫你做革命先烈，革命先烈安那翘起啊！你若要翘起举手，无嘛哦？啊，你要做革命先行者举手。好，来，读两摆较袂袂记。革命先行者，来。革命先行者。搁一摆。革命先行者。对，会记哩。你唔通做革命烈士，啊唔通做革命先烈。那是要叫你去死，啊！叫你讲冲啊，唔通？你讲你先冲，咱用法律的物件，我跟你讲，用法律的物件足简单的啦。所以咱的同心斗拢足欢喜的啊！我无叫你冲，啊！我叫你，哎，大家讲，嗯，啊，即摆法庭讲，台湾正常化足简单的，会当直接啉咖啡、吹冷气，啊，台湾就正常化，唔免讲只啊晒日头。我问你咧。你要去示威游行的举手，现在举手不要紧啦，你在参加民进党去示威啦，去游行的啦，有无举手？那有的举手，坦白举手啦。安尼娘娘这么爱国，您拢是哦。我再跟你讲一摆，后摆啦，再去示威啦，去游行啊，那种笨蛋，你让你惊到你惊两双脚哦，转去。我给你保证哦，中华民国都袂倒。你家己选举，你家己选举好伊。啊，你后你去甲示威，美国讲哦，走民主程序。民主程序啥？罢免。啊，你我都甲罢免，我不爱选，对不对？台湾人戆到这款的程度啦。台湾人呢，有当啊吼，来来，我问你，来目睭金金不要紧，但你也老实讲哦，你若无老实哦，你会巴肚疼，我先讲哦。有选举以来，你要接到贿赂人贿选的一钱，还是物件，请你举手。那你家己看麦，家己看麦，家己目睭看麦，好好看来，一半以上啦。我甲美国讲，我只是听人叫恁举手的，因为美国拢咧甲咱监视咱遮的物件嘛。这款叫民主吗？我甲美国讲，这个叫民主吗？美国看到这种害头呢，啊，这么多人哦、喔。你看啊，台湾人看老公都。收一千块，收五千块，啊，后边规个拖拉机的物件拢放搬去，拢无要紧啊。摕一千块欢喜啊，后边领导去放搬去，你嘛无要紧啊。这是台湾人啦、啊，所以台湾人袂晓收。啊，你即摆受这个法律的教育以后啊，你头脑爱较巧的。当然，我叫你较巧的是，因为你的周边足侪人，他开个戆戆戆。你应该讲，伊会甲你编呢。啊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你若读这本《台湾新台湾论》以后啊，我甲你保证，无一人我都甲你编，无一人讲伊赢你。你摕来弄这法律第几条？什么物啊？第几条？清清楚楚啊！啊，所以即马，我靠，即马我哪讲啊？迄诈骗集团呐、啊，讲咱诈骗集团，我甲你讲，来听清楚啊！你捌？捐款予台湾民政府，还是台湾民政府给你捐款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若无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全世界无迄个讲吼，拢无给你捐款的诈骗集团呐，敢毋是？拢无给你捐款半角银。安尼讲，咱诈骗集团，我足简单啦，你家己中华民国165啊，诈骗专案有啊，你甲卡嘛，你甲卡165嘛。哎，台湾民政府是不是诈骗集团？不是呢，台湾民政府不是诈骗集团，还有一个证明，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出一张文，讲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，伊无甲你讲合法，因为咱唔免改登记啊。你是中华民国爱向咱台湾民政府登记，唔是咱去向伊登记呢？迄张文恁有无？有啦，拢有啊，无？有无？无啦，唔是迄张啦，迄汉文汉字的啦，中华民国袂晓写英文啦，有无？啊，对啦，迄张啦，内政部迄张啦，哎啦，拜托，互你物件小看咧啦，啊，恁看看，恁拢无要看，全去摕转去，全去包报，迄包槟榔啊，是包迄个油炸粿迄款，恁来听啦，
啊，过来，台湾民政府基金会，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，也是专门替美国所有的政府单位伫登记做财务的一个公，一个迄个机构。这个机构内底已经发一张证明书给咱。来来，就这张啦。啊，迄个台湾民政府基金会的迄个文，给大家看麦啊。啊，你有看无？喂，有这个文，这两张文啊，可以说明一切。我们不是诈骗集团，那是正正当当依照国际法成立的政府组织。啊，免拍一个手呀。所以，咱在家里上课，你可以放一万个心，当然你没有一万个心啊，放一颗心就对了，绝对不会有问题啦。啊，有的人哦，真正到即马，还佫戆，你叫伊来受训哦，敢那袂使爱伊，你要注意哦，我要注意啥？你要叫掠去哦，啊，若要掠哦，咱即马用两万几个人。抓不完啦，你别烦恼遐啦。那要抓的时阵哦，2006年十月二四，去过的时阵哦，都抓起啊。迄阵就抓死啊，怎么样抓死？我啦，敢毋是？啊，敢有？无呢？所以，咱这个台湾民政府是完全按照国际法。按照现行国际法则所成立的，什么人都袂当甲咱叮当。咱因为告了美国，判决啦，美国甲咱讲，我愿意把政权还给你，但是你要叫台湾人来接，你听有无？我问伊，伫迄个时阵2006年，我敢有台湾人？无呢，迄阵甲我一个呢，那有台湾人？没有台湾人，你讲哎，阿文拢是台湾人，你唔是台湾人呢？你即马是啊啦，你有身份证，你是啊啦。过去哪讲叫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有法度证明无？你无法度啦。你是提出来，近摆提出来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提出来是中华民国的护照，你是中国人。啊，你有清楚无？所以我请问，你即马有身份证的举手？台湾民政府身份证，啊无的举手？啊！我的申请的手放下来，你若即摆你申请的，你大概下礼拜你就会拿到。啊，有简单无？上课身份证摕到，你就是台湾人啊！啊，这张台湾的身份证会使用无？你只会使用无？你也知影，你也无证明，你咪知影以后怎样用？咩怎用？这张会使用无？会举手。你足奇怪呢？你讲 A 是什么原因？你给我证明。哈？有啥？无啦，唔是啦，迄个晶片啦，还有晶片哦，唔是讲有晶片通用啦。咱这边你也听说，你落去外口吼，啊都有晶片，所以这张是真的，袂使安尼讲啦。这张身份证，这张是呢，旧年。32个人去美国的时阵，伫机场用这张身份证，拢会当去坐飞机，要去做证件，要去国防部，要去国务院，拢用这张身份证，拢会当刷卡，会当入面。去日本的时阵，用这张身份证会当换钱，啊，不是换钱，对，做换钱的证明。我讲从，讲唔对哈，不是讲摕这张去换钱哈，这张袂使换钱啦。所以讲吼，你去日本的银行吼，去日本的银行，你摕这张吼做你的身份的证明啦，会当换钱啦，唔是这张换钱哦，你唔能去，嘿啦，钱换钱对啦，你唔通吼，我这张会当换钱，我无安尼讲哦，我声明一摆啊，真正无安尼讲哦，你听好清楚，是这张会当做证明，啊，你若讲摕钱要去换哦，可以，这就证明啊。这张不是玩具啊！啊，那别人讲伊吼，什么银行身份证哦，你甲讲，来，你提起就去换钱换号码啊，拢用影印的啦。啊，你别换什么钱，没嘛证明。
咱即马现主席，美国已经答应咱，会当出旅行证件，在很快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会发行旅行证件。这嘛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所发行，就是台湾地区美国民政府，就是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的旅行证件。啊，美国甲咱要求讲，你若这旅行证件摕到，爱去七个国家。爱去美国，爱去加拿大，爱去澳洲，爱去啊，这纽西兰，爱去荷兰，啊，搁一个英国，六个国家，叫咱爱派人去。啊，派人去的时候呢，因遐记者一定外口等咱等，咱来通过以后，摕台号去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，这张旅行证件，甲迄当阵琉球、琉球。美军在占领的时候要出国有一张琉球的旅行证件，所以这是这张是日本的，这张是日本的证件。我跟你说，全世界的护照的颜色都有规定，有国王的国家红色的，如果民主国家蓝色的，如果这个做去用占领的是这些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摕到台胞证对吧？有台胞证来举手。然后台胞证什么色的？不是青的啦，绿色跟黄色合并。伊不爱用黄色的，伊来用黄色的，恁就拢知影讲恁要搁红占领啊。所以伊就挑工甲你蓝色，变成吼，绿黄绿黄这些有无？这不是黄色的吗？你有看无？我跟你讲。我讲你们看看中国呢？中国这个国家吼，伊嘛捌国际法呢，不是唔捌呢？啊，中国的护照什么色的？红色。啊，因为讲国王有皇帝吧？因有类似于国王皇帝，因为因无总统选举，因是用指定的，类似于皇族，所以因的护照什么色？红色的。这国家这护照的颜色拢有规定了。不是讲你家己要印什么色就印啥色呢？啊，若要家己要印什么色、什么色啊？哇，这世界拢乱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后摆咱的旅行证件什么色的？金黄色。我即马阿未啦，迄样本阿未出来，金黄色。啊，有清楚无？所以呐，有人去跟你讲哦，我已经拿到台湾的护照，你拢免想，你讲迄个，是安怎？台湾还在占领中，怎么可以发行护照？他给你骗钱啦！那跟你讲，也有护照，台湾的护照，那绝对假的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很简单吧？你就是对法律你有清楚，你就也要判断。啊、哦，你也要你就懂得怎么判断。所以呢，这个国际法制的代志哦，足侪代足趣味的。啊，有的人拢唔知道，拢戆戆的。啊，人若安那讲，啊就对你安怎？但你即马袂当安怎？我阁讲一个例子。三民两公，台湾还在军事政府占领中，你要证明讲台湾要搁用占领，要哪证明？怎么证明？喂，你要读国语班的呢？国语班举手，叫歪牙你看，叫那歪牙呢？我跟你讲哦，被占领的证明很简单，台湾还在军事政府占领，所以台湾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用什么名？关税领域，有无？独立关税领域啦。我讲吼，你两公唔知啊这吼，啊无什么好当见识啊。伊李登辉嘛唔知啊，李登辉家己甲我问呢，伊讲，林先生，啊你专家，我甲你们请教。啊是啊呐，这个啊做加入这个 WTO 啊，世界贸易组织哦，啊美国讲叫咱用台湾独立关税领域。我讲吼，还很简单呢。所谓的关税领域啊，这是为对呢，为美国跟墨西哥战争。战争以后，墨西哥的一个港口去予占领，占领以后，遐生意人讲：“我即马税金要交予啥物啊？要交予墨西哥，还是要交予美国？”啊，就过去甲美国的法院，最高法院宣判，伊讲哦，去予占领的所在叫做独立，叫做关税领域，关税领域。啊，想要讲台湾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，台湾甲澎湖，按照法律来讲，是叫做分离关税领域。
和日本是分离，现在暂时分离。啊，那金门马祖是中国的独立关税领域，因为金门跟马祖是叛变，叛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是独立关税领域。所以金门马祖台湾片哦，加起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，是安尼来的啦。啊，所以我甲李登辉讲，啊，你这个不是你做总统的时候去跟人签的吗？伊讲是啊，但是迄个蔡英文去签的啊。哎呦，我问蔡英文，蔡英文讲讲不出来，蔡英文讲啊，美国就讲安尼，美国拢不爱跟你讲原因啦。但是呢，我专家呢，我是真的非常这方面啊，我真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臭屁，世界的 top ten， 听有无？前十名，我绝对敢跟你讲。我研究的这些东西六七百篇的文章，有日文有英文，现在都做他们的教材呢。独立关税领域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台湾跟澎湖都要参加那个亚运啊，什么世界那个奥运啊，只能够挂那个什么旗，那个奥运旗，奥运旗他跟你说什么 Chinese Taipei 有吗？ 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？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而且台湾拢一挂戆啊呢，甲你讲，请你去台北就是中华台北，啊，不就讲中国台北，拢唔对。所以一挂囡仔，哦，奥运得奖，什么运得奖，啊，中华民国旗啊，甲摸伫身躯顶，安尼狂奔一场，全世界讲啊，这笑诶！你台湾去红占领，啊，佮摕迄个敌国的国旗披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有足侪人来上过课，你啊，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人全世界拢甲你台湾人讲，是中国的流氓政府伫台北，唔是一个国家。啊，台湾人甲你叫是讲，台湾是叫做中国人，其实不对啊。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从来没有交给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也从来没有拥有台湾这一块土地，就清楚诶，所以你也不用怀疑。所以呢，渐渐法、占领法，这是唯一对台湾土地会当解释。美国就是利用这点，你敢来模糊？罗素就是亚太地区的副国务卿的助理，在迄个学院特别结束的时阵，伊讲一句话。因为美国坚持六个保证，同时不当作两岸的调人。这两岸是哪两岸？哪两岸？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安尼尔，他不当他的调人啊，因为因两个咧相拍是因家的代志，但是埃克法签了，去年6月29号签了，美国的。海军陆战队军舰离开台湾36年头一摆，礼拜中央，不要了后，规个卡车入去伫清泉港恢复占领，因为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国已经和解啊，他可以回去了。伫政治上就是这句话。过去美国甲中华民国，你该回家啦，伊讲我不能回家，我若登一边去，那边台呢？啊，比如讲，安尼好，为了人权上，你卖照，你请大抵台湾。啊，这边伊签了，我甲比如讲，伊签了呢，伊何解呢？啊，叫伊转去啊呢，我台湾无爱伊啊呢。啊，比如讲，啊系啊，啊那你家己看，啊你来走啊。啊，所以走，伊甲中国讨论，中国讲啊无安尼啦，让因伊嘛无爱让遐中华民国人世界走，因为伊这人头壳拢是咩啦？有民主观念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去伊边的时候。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在拼，啊，现在让国民党四界线，他才不会。用这样，我控制一个地方叫做平潭，在那个啊做，金门的对面那里而已。用我控制一个地方，把气候好，啊，你叫那些人拢总来平潭，有无？就是这个平潭啊。平潭已经起差不多了，中华民国拿咱台湾人钱去起的了。但是你也知影呢，伊起这个物件，就是要跟遐中华民国，要等伊后摆，搁免偌久啦，今年年底，还是明年年初，要等伊遐个人啊。所以平潭、金门、马祖，
是中华民国啊，美国已经发表讲，我们要支持台湾自治 （autonomy）。所谓的台湾自治是什么？台湾自治，这个台湾这两字叫做政治台湾，就是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台湾，就是政治台湾。政治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我们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咱告美国是本土台湾人告美国，所以美国讲安尼好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您不爱中华民国，安尼我中华民国甲结束。但是伊希望讲用和平的手段，用民主的手段。所以伊讲，你台湾民政府要接掌中华民国，希望能够无缝接轨。啊，变无缝接轨，当然会使了，你免烦恼啦。我是甲美国讲，海关做第一机构，从海关开始接起，部队的物件。好，你到美国去处理，因为我台湾没有武器，我导航的物件，我导航你美国的呢，你要来给他保护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导航的时阵，美国来保护，旧金山和平条有写嘛？哎，你想讲导航投降好不好？好的，请举手。啊，不好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无牙齿的，请举手。导航好啦，你有够戆呢！你不是导航中国呢，不是导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导航美国那唔好。全世界偌济人要导航中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美国，你敢知啊？导航美国来甲你占领，伊爱欺你呢，安尼唔好。你要独立啊，爱独立的野兽，爱独立的野兽。你若爱独立，我先来讲哦，先做兵再来讲。啊啦，啊保卫国家。做兵以外，搁啥买武器？台湾这细个所在要做兵，他较歹，你较贱嘛，贱袂赢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咱就安那找靠山，吼、哦！美国迄大高背叫伊来调伊兵，啊！美国伊讲我袂，敢袂使？袂使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所以明仔载报纸，联合报甲自由时报头版甲 A 十，啊，联合报的 A 九。咱来这甲讲，甲 EAT 讲，甲日本交流协会讲，今日就是四月里边，今日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。你吼、哦，自由时报你家己去买，啊，联合报吼、哦、较歹买，所以联合报我送你，你去咱的旧办公室摕。哎、欸，我送你报在里面拍手哟。咱要订的报纸伫遮啦。四月二八，时间还未到，明仔载哈，加你烦哈。我甲你讲，所以后摆吼，恁去你回来的时阵，你甲你的周边人讲，我们台湾民政府，我们有看报纸，伊看自由时报，人讲迄个无啥，迄恁的报纸啊，你讲无要紧，阮伫联合报登，够有可能，好看。联合报登咱的广告，唔是干那安尼尔呢？自由时报嘛订咱，哎、欸，那中国时报嘛订咱的咧，所以有一摆吼，我哩个一人创治啦，迄科吼，吼足反对的，反对台湾独立的迄个，我讲吼，哎、欸，我有订报纸，因为报纸也无啥，主要是无迄领导开的啊，然后我阿妈来订联合报咧，因为你若订联合报，我就相信，好嘞，拍开联合报看，头版的，你看咱今年过年啊，就订头版的，好看，我看到联合报，哦，啊。你给他钱，他就给你订了。王后，啊，我中国时报订了，因为中国时报就没给你订了，因为中国是诽报，中国人的，对不对？诽报，我中国时报好看，头版，看一个，他说，哎呦，哪样呢？哪样呢？我跟你说，台湾民政府是正正刚刚照国际法成立的政府啦。啊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，来上课。哎，这波吼，你明仔怎个饲呢？联合报较长呢，先自由时报好看，哈、哦！啊，伊就开始讲吼，啊，自由时报领导的，诶，什么弯刀的？自由时报哈，嘛反对咱台湾民政府呢？自由时报支持中华民国呢？你敢知啊？哈、哦！啊，当然有钱就顶啊！啊，联合报你讲啊，啊，伊嘛讲咱领导你讲安尼啦，啊不，啊那联合报顶你要相信无？伊讲那有可能。好看，联合报 A 九版啊 ，A 十版，A 十版，你看啊、哦，各位，我们真的是非常努力。
过来呢，五月的第二礼拜开始，我们开电脑班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没来报道的都是不知道电脑的啦，超几千个不知道电脑啦。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决定电脑班要开始。当然世间没那个白吃的午饭啦，你如果在外面去问那个电脑班，一点钟要800块啦。我们请老师来个别指导，三天两夜，你要住在这里，你不能跟他回去，学到你会晓为止才能上。你若不晓的还要留咧，留级，好吗？所以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，你若要报名，跟你的酒店报名。但是我先跟你讲，你已经报到第三天出、第四天出啊，拢头前拢满了。我唔知影讲生意真好呢，但是你若无受高级班的，未当报名。啊、哦，没有高级班以上的不能报，因为我不爱甲外口训练啦，我要训练咱家己人，好吗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咱即马下课休困十分钟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林慧珍、许新梅、邱玉良、邱明浩，请问这几位在吗？在的话来找我一下。